呢个就是我的老婆大人啦、啊。结婚相，我哋下年都出。唔需要。真嘅。我真系唔明白你点解买咁大张 sofa 嘅真系。吓、啊？你咁都唔明噶？谂你第日瞓厅啊！2002年7月9日，李先生超速驾驶引致车祸，令妻子昏迷至今。